你好，下午的2:41，感谢我们所有的老会员，99%的老会员啊，吃红的1000块钱都寄来了，大家也都很了解的我们的游戏规矩啊，你赚大钱，我赚小钱，非常感恩，也非常感谢，我不知道如何解释。然后呢，所以说我们这个钱会留到啊月底地藏王菩萨圣诞，这是阴历七月的最后一天，是地藏王的菩萨啊，是啊普渡啊。那我们地藏王菩萨这个圣诞，我们会拿去买一些贡品啊，捐点做点善事，买点东西啊，慢慢给一些弱势的人啊。吃红的钱是这样子啊。那么至于有一个会员，他不要给我吃红，我也无所谓啊，我就没办法传给你啦，我不想引到影响到我其他的会员。